来来，以第一来讲的话，哈，这一些来，第一个，增进农民福利体系。农民福利体系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叫做所谓的农业保险。像农民福利体系，你看一下哈，第一个农业保险，第二个退休金的制度，农业退休金，第三个让他们实际从事农事的生产，然后呢参加农保。好，推动农民职灾保险，推动农业绿色照顾，这一个我老实跟你讲，农业创新方案的第一题的这三点就很重要。听好，我讲啥无？因为这三点底下有很多的小点，好，你每人糊弄你。第一点里面底下就是有几点，一二三四五五个点。听好，我讲啥？所以你在那个抬头上面，你敢画下去吗？画，然后来给他写圈圈一、圈圈二到圈圈五嘛。听下我讲啥无？你也是唔敢 ，OK？ 你也是唔敢，好啦，你甲做笔记，你甲做咧第二页，第一页的第一大题的第一小题，你要把它分成五个点。跟上海，第二个咧，健全基础的环境，稻米政策有没有看到？包括所谓的直接稻作直接给付，四选三强制收入保险。有没有看到？可以哈，改善农业缺工。今年啊，在三等，哎哎，对，在三等的考试特考 ，OK， 不是你们啊，刚考完而已。他问你要如何改善缺工的问题 ，OK， 改善如何农业缺工啊？如何改善农业缺工的时候呢？第一个，尽量不要让它流出去；第二个啊，然后就是一定要去训练新的农民。再来呢，我们跟外国交换的、训练的那些都算，怎样说？啊？移工今天有出移工吗？今年有出移工吗？今年没有啊，对对对对对，哦，今年没有出移工的问题啊，我就跟你讲了 啊像这种缺工可不可以叫移工去做？可以啊，啊，所以无外乎就是我们的人要保住嘛 ，OK， 老年人 OK 哈，年轻人要回得去嘛，然后呢要训练这一些人嘛，对不对？再来就是外籍移工，再来不然就是跟外国人那个农业交流的问题啊，大概就朝这几个地方去写而已嘛。安田外工山可以哈 ，OK， 好，来改善农业缺工，再来呢扶植农业农青农投入所谓的农业。这个 OK 哈，往下有没有看到渔业基础环境的升级 ？OK， 这些渔业基础环境的升级的时候，就是包括什么东西？这一台船，听有无？啊，因为我就跟你讲了，渔业、远洋渔业大部分是船长台湾人，其他都是外籍工，听有无？他们的生活条件都很差，所以船长才常常被杀死在外海。这个你知道了哈。好，现在国际的规定。他的整个休息的空间有多少？那是固定的。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台船要是多大台，几个人在上面，他的休息的、睡觉的地方要有多大，都有规定。一条哈，啊，你一上去船上面呢，我是觉得啦，坐船的时候没事嘛，在捕鱼的时候才有事嘛。到底那一些时间要怎么算？听好不？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教你，只要改善而已。你只能写改善他的工作环境，改善他的居住环境。听好，我的公赛，对哈 ？OK， 啊，我就跟你讲嘛，有一个行业很危险嘛，我就不知道你要不要做嘛。一年100多万啊，做两个礼拜而已啊，两个礼拜100多万，然后常常出去没回来。啊，不是的，不卖疫苗还早嘞。那个在北大西洋跟北太平洋，从美国出发，然后去抓帝王蟹，海象很恶劣，冬天，所以呢，以冬天来讲的时候，北边的气压高，对不对？南边的气压低，所以它吹出来的风会很强。啊，我就告诉你，这个人只要掉到海里面去都没救。啊，他们在抓帝王蟹的那一个箱子，铁笼子，大概都是。至少一个边大概都是六公尺左右，大概是6×6×6丢下去。你听好，我用机器当然是用机器，但是因为在捞前几天先出去丢，你听好哈，他们会预期会知道说哪时候会在哪边出没那个帝王蟹，先去丢，丢完以后回来丢箱丢那个鱼笼。OK 好，一个礼拜后再去把它拿回来，就这样子而已。一年100多万，你肯不肯嘛？做两个礼拜而已，但是我就跟你讲，很多都没有命的。你听好不？很多都没有命的。好 ，OK， 好来。所以呢，我们讲的基础环境的提升升级就是这样，渔业的环境，
OK， 清楚朱恩的计划推动，来朱恩，你给我注明一下，朱恩已经不打了，朱恩已经不打了。好来啊，那我要知道这个环境里面到底还有没有朱恩，怎么去监测？嘿，农委会讲的嘛，我要去监测这里面到底还有没有猪瘟嘛，这个环境里面还有没有猪瘟嘛，那其实就是抽猪的血去医院看里面有没有猪瘟的抗体就知道了。听到不，这个环境里面要是没有猪瘟，我那个猪就是不会感染猪瘟，感染猪瘟不代表一定会死，没有死的身体里面一定会有抗体。听到我的说上一步用这个方法去验，这样 OK 吗？可以齁。好来，推动化学农药十年减半，这个 OK 吗？这个 OK 不？欸，你也可以去学喷农药呢。啊，只是我是说的，你的人脉够不够？听我讲啥无？你的人脉要是够，喷农药的时候就好扛了，就好扛诶。三一台车后边载一个喷药机，尔安尼。啊，我讲的喷药那种是空拍，空中嘿，空嘿，唔喷嘿嘿，对对对。啊，迄个物件有没有前途？我是觉得有啦。我是觉得有了，但是、跟这个十年化学农药减半背道而驰啊！但是我就跟你讲诶，稻米若无喷药啊，就免想要、活得下去了。稻米啊，很多东西不喷农药活不下去了。再提升产业竞争力，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午餐可以有溯源的食材？那是 QR code。听我的讲上一步，那是 QR code。再来发展农业的冷链体系，冷链体系的话呢，在我们讲的渔业跟畜牧业会比较需要。听我，渔业跟畜牧业，我们的你看一下那个什么东西，那个菜的应该就比较不用那么需要这个冷链，除非就是卖不了，伊要下加等于扛起种嘿。啊，无你若是为菜市啊来的时阵，今天割，今天就直接送台北，明天送台北，冷链好像不是很需要。听我咧讲菜无？我问你，德啊割的菜需不需要冷链？好像不用嘛。菠菜要不要？不要。你记得不要把它喷得太湿，喷得太湿它可能会死掉。青葱也不用啊，很多都不用。啊，你 OK 啊？我们跟你讲啦，真的有一部分就是今天早上，或是清晨的时候，货交一交，然后直接就送台北了啦。OK， 很多都当天处理掉啊！我知道、那个、自己的菜鸡啊、，OK， 很多都有自己的冰箱啦，因为卖不完，一定就是要冰起来啦。然后我卖不完，一定就是要冰起来啦，哈、哦。OK， 啊，我最讨厌他给人家喷水啦。啊，你知道喷水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重量会增加。用秤的，哇，你得靠一下，用秤的 ，OK 哈、哦，当然你就不利啦。但是有喷水。那个植物看起来就比较新鲜，还比较亮啊！但是我问你的，你要是买到喷水的回去要冰冰箱，冰久了，你家的冰箱要是够冷，那些水会让它冻伤，冻伤完了以后就会烂掉，对不？好，阿伯阿那去处理，OK 哈，让这一些菜在冰的过程里面不会有冻伤的现象，一定要把水吸干。你回去的时候，要么就是把那些菜全部摊开，听好不？让它的水蒸发掉，不然很简单，就是在它外层包报纸啊。因为我就跟你讲了，现在我也没有在看报纸，我家里面从头到尾现在都没有报纸，报纸从哪里来？买一些回来 reuse 吧，不然怎么办？还听好不？那个报纸不要丢啊，包完以后那个报纸又不会坏掉。可以好重复使用，不然怎么办？那个最好一次可以买一个礼拜的菜啊，包起来不会坏掉。好，那是我从以前从那个卖饲料的时候，从人家那个养猪那边去学来的。哪有空嘛，天天在那边买菜，一次都嘛买一个礼拜的份，管你怎么喷水，报纸包起来放冰箱都没事。来往下看，冷链系统、永续渔业的发展，可以好情绪。产业现代化，哎，情趣产业现代化在台湾来讲，情趣产业现代化的脚步有，但是很不彻底。听好不？因为老一辈的，反正我现在有的做，有的赚。听好不？同样，要是两万只的蛋鸡场，把它改成是现代化的蛋鸡场，这两万只可以养的更多。听好我的公司，可以养的量可以甚至于 double。OK， 啊，那是以肉鸡来讲，两万只一改过去以后，改成是恒温空调那一种的，听好不？啊，当然不是用我们这一种，
恒温空调，而是用水帘那一种。那个整个里面的话，芽是两万只的时候，大概可以乘 1.5 倍，甚至于更多。然后，而且鸡更不容易生病，也比较没有热浸波的问题。然后，台湾的鸡现在就是遇到两个状况，蛋鸡遇到两个状况，一个太热不生蛋，太冷哇哩不生蛋，太冷不生蛋就算了，我靠，那个什么东西流感还会再上来。听我讲啥无？流感还会再上来。现在的斤一斤几？那蛋一斤几块钱？没有，一斤55，一斤大概是10颗，一颗5.5块。哎 ，OK， 我食到两箱熟的时候，一斤14块。啊，你未讲哩啊？一斤14块，还卖4块尔。啊，咱这一斤嘛，一斤55块，还卖13块。差了三倍，啊，所以呢，差了三倍，价钱翻三倍，差四倍很正常，不要去埋怨了。所有的蛋白质里面最便宜的蛋白质是谁？鸡蛋，听有无？鸡蛋是所有的蛋白质里面它的价钱最便宜，对不对？有钱有钱的吃法嘛，那来吃菲力嘛，没有钱那就吃鸡蛋嘛，听有我的讲啥无？营养一样补得过去嘛。对不？啊，我们要是赚不赢人家，只好这个样子。等自己生活改了以后，要吃好一点，再吃好一点，不是吗？好，再来，拓展外销产品外销，农产品外销的时候，像现在我们的口蹄疫拔针了，对不对？口蹄疫拔针的部分的话，那么我们也有想办法再销日本。听好不？但是我就跟你讲了，整个日本养猪的数量跟台湾差不多，但是他们的人口是台湾的10倍左右，所以他们的猪一定不够。听好不？我们能插得进去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啊，这一小部分的话，大部分我们希望是供的是比较顶级的客户。听好不？啊，他打绝大部分一样，跟台湾一样，都是从美国来，从丹麦来。听有无？啊，美国丹麦的时阵，OK， 他们的工比较便宜，像美国生产不是工比较便宜，是生产比较便宜，所以他跟我们的行销策略就一定不一样，听好吗？好，来，那么以前在台湾还没口蹄疫的时候，我们销日本的猪，好、哦，除了温体经过冷藏销日本、冷冻销日本以外，还有一个部分竟然每天空运。1到2个货柜的什么东西你会害怕？小里鸡，小里鸡，小里鸡的时阵就是猪的头下面这两条，听好不？短短的而已，细细的，那个日本人把它拿来当生鱼片吃。哈，猪你也知道不能生吃。But 日本人那个民族很奇怪，那一块小里脊，告诉你没有什么脂肪，吃起来跟菲力其实差不多，可以哈。那讲的应该是猪的菲力，但是它就是没有牛的菲力那么好吃。熟了以后跟生吃，我有生吃过，生吃真的比较好吃，一样沾瓦沙米。日本那个民族就是怪怪的，有点畜生畜生的。好，安尼哦，啊口蹄疫了，这物件就无啊。OK， 啊，我就不知道现在他们还有没有办法 ，OK 哈、哦，这样子干啊，大概是没办法了哈、哦。但是我们的东西有在销，你农产品的外销现在不太销日本，不太销、中国了，不是不太销，是被退回来。听我讲晒啊，然后呢，以他中国大陆的策略就是及早把你农业不是农业击垮，因为你农业是不会被击垮的，是及早把你某个政府单位击垮。换了另外一个单位以后，你的农业一样活得起来。但是我跟你讲，卖给中国大陆跟卖给日本，听好了，卖给日本会赚多一点。然后，但是旧有的市场，旧有的人就握住了。听好，外公赛 ，OK 好，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然后，现在很多农产品好像是加工过的农产品，包括凤梨酥，啊、哦。结果要他们补件，他们都不要补件，他们就说了，照他们中国大陆自己不知道有一个什么法规，这个不会考，你听好不？包括里面有添加什么，通通要写上去，而且百分比也要写清楚，
那我问你好了，百分比都写清楚，你那是一个加工的老师，一看到，我靠，原来是差这个东西，差了这么一点点，那你的东西不是就被偷了吗？还 know how 呢？还听有无？啊，我卖给卖你，安尼会使我就不卖你的嘛，这样可不可以？对不对？啊，我这个 know how， 你中国大陆人喜欢吃，我就不信别的地方不喜欢吃。我少赚一点，以后我保得住，我以后还有的赚。我现在想要多赚一点的时候，我以后可能就没得赚。很多的那个比较传统的、蛮有名的店，它就是公司它就不补件了，义美也不补了，因为义美好像是不知道有两个什么东西在那边，它也不补件了。啊，义美真的有一些东西真的比较好吃，很奇怪。嘿，那什么，它的那个很厚的牛奶奶茶呀、啊，好对啊、那是义美先弄出来的啊。啊，然后来光泉有跟啊，啊跟不好啊，光泉的后奶茶就没有义美那个好喝啊，永远都只知道第一个啦。爱听我喝习惯了，你第二个总是觉得哎呀怪怪的啦。对啊，阿爸宝做的时阵呢，第一名是泰山嘛，对不对？听我后边对出来，有的味就较好嘞，啊，但是就吃起来怪怪的。哎呀、啊，就这样子而已。来，所以呢，扩大出口及电商的销售，然后呢，林业的永续啦，好 ，OK。啊，林业永续的时阵呢，我们讲的台湾的林业本来就永续，你都无咧，你听好无？你都没有在砍伐，当然就永续啊。可是我就跟你讲嘛，从日据时代到我们现在，哎，你好无？嘛才多少年？那一些更新过的树木。听哈，那一些被政府更新过的树木，比较好的树木，到现在也没有很大。你去溪头看一下有多大吗？没有嘛，听好不？顶多几年，四五十年、五六十年，黑马没有很大。那一种裸子植物要到大的时候，要到能看的时候，没有个八十年、一百年行吗？你自己读，你自己读园艺的嘛，对不对？那种裸子植物，我问你，长得快还是慢？啊？很慢啊，裸子植物的松山、柏块、银杏、苏铁、麻黄这些嘛，对不？啊，以台湾来讲的话，红块，听到不？啊，罗汉松没有人拿来当建材，罗汉松就是在比，阮家较有钱，阮家这罗汉松挂多少张呢？对不？黑龙谁要做班的呀、啊？啊，那种没有办法。啊，台湾的你也知道，台湾的林业，哈、哦，台湾本地生产的不到2%。供应台湾本地生产不到2%，大部分、哦、都是从东南亚来，不然就是从哪个地方来，从加拿大跟美国。哦、啊，林业现在林业生产量最大的三个国家就是俄罗斯、加拿大跟美国。整片土地大到那么大都不知道怎么用嘛？还听到不？啊，而且他们的一个轮伐区，一个作业单位。一年割一区那种作业单位，你大概猜猜看，你可不可以猜得出有多大？一间公司啊，可以哈，他20年当一个轮发轮、一个事业区，20年轮发一次，所以呢，他要有20个相同的单位，一个单位通常是至少500家啊，500家，我靠，500家很大哈，您中心大学100多，你们中心大学10倍大。来听一个轮发区是安尼，啊，我问伊得啊，嘿，那天台湾几个人做得起？你听有无？而且要那么大的土地，可能吗？不可能嘛。OK， 我记得平哥大嘛才200多，这平哥大他短嘛200多，人家一个轮发区就500，好，嘿 ，size 差伤济 ，size 差伤济啊。所以你看一下哈、哦，提升产业竞争力这一个，产业竞争力是学校的午餐可以溯源冷链体系。可以哈啊，永续的渔业发展，然后呢，提升我们现代那个畜禽的现代化啊，外销，然后林业永续的多元的辅导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题，农业创新方案的推动，听好不？可以来第二题，来农业知识经济厚植农业竞争力，第一个精进农业科技研究能量。那么精进科技研究能量的时阵，他就会问你，我们要是精进农业科技研究的能量，现在具体的作为有哪些？他是不是现在很爱问这个具体的作为有哪些？可以哈 ，OK， 来，你看一下哈，为了落实所有的农业经济科技的创新研究成果商业化及有没有看到产业化？鱼来几年那个就不要理它了，
你听好不？你要是没有连那个都在背的话，那太累了。来看好，你就给他写，农业科技化、产业化研究机构的财团法人农业科技研究院，简称农科院。听好不？阿伯一直写103年农科院。哦，阿来以农科院来讲的时候呢，有没有看到他的事业发展设有所谓的植物、水产、动物三个？植物、水产、动物啊，没有林业，台湾很好笑，不可能有林业，太多。好，太多。你去考应该无当去考迄个医植物的医生啦，哈。哎，可以。有啊，巡山员无好某一科哦，哈、哦，巡山员你也无配钱啊，好、哦、啊，巡山员无配钱的薪，而且巡山员薪水27,000-28,000而已，未使考巡山员。听我讲啥，巡山员常常去得罪山老鼠，常常去山老鼠怕。巡山员要有作用力的巡，他一定要配合山边山山地的派出所。啊，山地的派出所，我讲一句话歹听，都无几个人伫遐，去甲你山内底咧走咧。你懂我在讲什么吗？巡山员，对不起，我错了。OK， 啊，台湾的那么多山啊，巡山员在哪啊？算了，来，所以呢，他有看到设置，有没有看到设置所谓的植物、水产跟动物三个机构？有哈，可以哈。那么那是一，它的宗旨来讲，第四行的地方就是农民的团体、农企业的那个什么东西，农业技术及商业化及产业化的服务，加速农业的创新及国际化。安尼听好无？应该来到这边，第一点，农业的能量、创新的能量来到这边就 OK。听好哈，好，来再来看后面这一页。来后面这一页，推动农业科技的研发产业。好、哦，那么那是研发产业时阵，底下写的就是蛮屁话的创新、就业、分配的原则，但是屁话归屁话，一定要上去。听我的讲啥无？屁话归屁话，一定要上去，可以哈、哦、？OK， 然后往下。往下有没有看到结合未来，结合在地，结合国际的思维，结合不对，推动农业的典范，建立安全的体系，升级，有没有看到提升农业的行销能力啊？这些都蛮屁话的，但是我就跟你讲了，那个创业、创新、就业跟分配为经济发展的原则，这个一定要上去。你其他底下不用那么全部背，稍微认识一下就好。听我的讲啥不？可以哈，但是你的创业就创新就业跟分配没有上去，那就不对。可以哈，好，来单域，来你看好哈，括号诶，第一点的地方就是单域深化变成跨界、跨域结合，这个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不要让它纵深太深，我只要让它变广。变广的时候，两个产业、三个产业、四个产业相关的我连在一起。我不要专一研发说啊，我今天这个鸡啊，然后这个鸡的时候，育种也针对它，空调也针对它。你听我讲啥无？啊，我们不希望说你对这个鸡研究的做的那么彻底，因为你做的太纵深化，钱没有办法赚，一定要配合着运销。听好不？配合着行销，爱听好嘛？配合着加工，所以呢，这个叫做跨领域的结合。你听好不？单一条路，我把它给扁平化，然后呢，把四五条路结合进去，这样懂不懂？我就跟你讲了哈，它最主要就是。单域深化，我们是希望不要那么深，但是我就跟你讲了，你没有到一定的深度，你还是没有用啦。听好不？我们只是说就整合的层面，而不是单一个人的研究。听好不？就整合的层面，我们把那个纵深化太深的稍微拉回来一点点，让它给平面化而已。
但是我就跟你讲的吼，啊，你若专业研究路线的时阵咧，你没有在整合这条路上的时候，你就是众生可以生一点没关系。听好我的讲啥？听好吼，啊，所以这个是要整合出来才有办法去赚这一些钱。所以那是单域深化，跨成所谓的跨界结合、跨域结合这个样子嘛。听好我的讲啥？所以咧，从事专门生产，你如果去精进生产，你的行销、你的加工、你的运销，听好不？没有好那是不行的，就用这个例子就好。爱听我的讲啥？好，后来，然后底下第二点就是第二小点就是大内宣嘛，对不对？好，哎，怎么会有这种机车的名词呢？大内宣。OK， 啊，这个大内宣的时候，就是你不要去背那个几件，背那个几件是没有意思的啦。你听我，你背得起来，我背不起来啦。你听我，啊，背这个数字有意义吗？没意义嘛。可以齁，啊，你就只要给他写说109年，啊，然后咧，来，你看一下要写什么东西，我告诉你齁，完成了数件的计转案啊，听好不？完成了计智慧财产权，欸，等一下，109年也有，欸，智慧财产权，智慧财，欸，智慧财权获得证明啦，几件不用写啦。听好不？可以齁，啊，然后并完成所谓的计转啦。啊，你敢听我讲啥？嘿，你爱安尼爱写，你莫甲写25件、21件，嘿，无几人背起来。啊，109年，啊，110年就是盖过啊，你听好不？来听齁，所以呢，就是智慧财产权有获得登记啦，有专利啦，听我讲啥无？专利啦，然后呢有计转的啦，109年的重点化的成果有这样子啦。嗯，这样听好不？可以齁 ，OK， 好，来，再来往下第三点，推动农业加持，打样的营运及所谓的服务系，来推动农产加持，打样营运系的营运及所谓的服务系，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嘛。你除了我们讲的很一元的，就只有生产而已，但是生产那没有它的价值啊。听好不？我们在地一直在强调，我们有所谓的六级的产业啦，有听过吗？六级都是他们在讲的，一加二加三，一乘二乘三都是六级。来，来，这生产，这加工，这里运销服务，对。啊，所以单一个不要众生太众生嘛，跨这两三个进去嘛，听好不？啊，从头到尾不是都在讲这些屁话嘛，听好不？你以为农盖多吓人？只是你们要整合，当然吓人了，有整合就不吓人了。听我讲啥？较认真嘞，你要考几科？哦，你要考几科？高考要考几科？你即摆头壳要我背紧背，来到我这个年纪啊，连背我都无得背。虽然我们两个差了12岁而已，13岁。你听好，OK 哈 ，OK。哎，我看起来不太像46，不太像，应该还要更老，对不对？啊？谢谢你的抬举。OK， 我这型的看起来是算足老的老的蛋那个型。哦，我伫个某个补习班。也有教农概，但是不是你们这种系统，而是统测的，高职在考的哈 ，OK， 啊，跟你们，所以跟你们这个没有冲突到好。在那个补习班很好笑，之前里面有一个国文老师，我那时候之前是考后一，我考后一，他是我的国文老师，然后我去到那一边，好，竟然发现了那个老师在那边教。然后我要叫他老师的时候，他就说了：“既然大家是同事，不准叫老师，啊，因为你看起来那么老，靠呀，有够侮辱的。他的年纪比我大概快10岁左右，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有成哦，没差伤多啊，哦，啊，我们从头到尾就是跌跌撞撞上来的，人家是一路教上来的，跟我就不一样。”饱经沧桑，那个头发会变白，你知道吗？从一个人去看，我们那时候就看，我们不要讲选举的事情。陈时中部长，那时候那个
量突然要变大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那老了很多，整个头发变白很多，对不？哎呀，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啊，我就是无去做医生啊，歹势啊。好，我做医生嘛是头用来管迄种个啦，你听好无？A 健保的钱啊，来总的啊，来跳 ，OK 哦，好，我这个我算是垃圾 ，OK 哦，啊那啊没办法，好不好哈？啊人就是这样闯过来的。我跟你讲的，我跌倒跌那么深都可以爬起来，你是都没有跌倒过，听我的公差嘛。所以呢，你们一定可以走的比我顺多了。来跳哈 ，OK， 哎，世足赛踢完的啦，我老实跟你讲，谁赢谁输都不干我的事的、啊，是不是？阿根廷啊，对了对了对了，阿根廷啊，哎呀，阿根廷赢法国了。我听说这个这一座金杯已经等了二十几年了，他离上一次好 ，OK， 好来，我们就不讲这个啊。有人赌十万拿了130万，你觉得这样子好吗？你那个十万的赌笔数的，你那个十万要拿得出来，心脏要够有力哦。你要是事前知道了。你当然就可以赌啊！你事前不知道，你那个十万你怎么拿得出来赌？听我讲啥不？啊，二选一的，然后有人就问他一下，小狗要赌哪一队？靠腰、啊，二选一现在赌嘛？哎，狗呢？我讲啊，十只狗啊嘛，五只逼。你听我讲啥不 ？OK， 啊，中的人才会拿出来讲，不中的人，我家那只狗已经放火锅里面了，对不对 ？OK， 还你别输两百万，好了，放火锅里面已经煮掉了。所以，听听来就好，爱听我那敢伊哦，敢赌哦。我跟你讲，我小孩子生的时候，我就是不敢，因为我要去准备多少来拼这一个。OK， 我就直接跟你讲好了，你数学你应该会算，我的小孩子出生的体重是这个数字，大的那一个，结果就被拿去签实心彩，签了几千块 ，OK 哈，结果没有出，给你出在下一次，出在当期的大乐透，25、26，两个号码都出来，那你还差四个号码，啊，那四个号码要签起来多少钱？应该我有算过，应该是几十万啦、啊。那意思就是说。你确定以这两个为主，然后再去把那几张号码全部串一遍。啊，对啊，要几十万到啊，我即使拿得出来，那时候好像是有。啊，那拼了共估，啊，不然我们家怕死，还跳不？黑的，啊，人家上天指的那一条路都指得这么清楚了，那、啊、就是没办法嘛，还跳外公塞不 ？OK 哈，啊，赌博的事情。小赌怡情、啊、大赌不行、啊、你听我，倾家荡产多的是、啊、那一次呢，这样搞定我的财富自由啊，财富自由的，我跟你讲，财富快很快的自由没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怎么来的就怎么去啊，你不会去珍惜啊，对不对？好，来，我们继续往下讲。好，来哈，所以推动农业产那个什么，都是我们讲的嘛哈，农产的价值。可以哈，经营服务体系。那么，那是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有没有看到从初级的加工、议员的管理，然后提供解决的方案，然后农委会、农事所、桃园农改所这些东西都有所谓的，有没有看到价值的打样中心？那意思就是说，这一些东西都可以帮你的农产品，我们讲的包装啦、啊、加工啦、啊、研发啦、啊，都是在他那边啦、啊。听我讲啥啊？所以呢，你要知道那十几个地方，你就给他写几个地方，等十处地方。啊，你敢听我讲啥？你若不爱，你就写几个地方，等十处地方。那么好，然后呢，有价值打样中心。然后经济部又做了一个叫做中部台湾的创新园区，成立了所谓的农产加工和那个整合服务中心，还听好不？解决了农民的方案，这是第二个答案，这个是第三题的答案。OK， 听得懂？来第四题，推动农业生物经济智慧科技的农业。生物经济智慧科技，来看一下第一点，带动农业生物经济的产业发展。啊，若是安尼时阵咧，有没有看到？补足产业的缺口。OK 哈，国际化，等一下 ，sorry， 来，
国际化与永续发展补足产业链的缺口，符合永续发展的目标，以研究突破与创新为本，服务有没有看到？服务啊、哦，产业化的服务推动量能，然后呢，协助各产业间的横向联系，从头到尾又在强调横向联系，爱听有无？可以哈、哦，好，那是以安呢，大概是差不多了。听我讲噻，好、哦，底下的好。还是大内宣哈、哦、，OK， 还是大内宣哈、哦、，OK， 所以你俩横向联系好以后，就可以促进所谓的我们讲的农业的翻转了、啊，听哈、哦。但是我就跟你讲了，农业的翻转在台湾，他最不希望哪一个农业，哪一个农业哦，是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最不喜欢的。我可以讲啊，全世界没有人喜欢的、啊，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是不良的示范呐、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嗯，这些人会头脑滴塞水啊。头脑底塞水，知无？听不懂，你太听不懂。养猪的，然后你的那个化粪池，然后曝气池、废水处理池，然后人家固定会来验。你这个王八蛋呢，就也给人家埋暗管，埋暗管，然后呢，趁着人家在休息的时间，你就给人家偷排废水啊！因为你那个废水池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你为什么不用？因为你要给它曝气，曝气到里面那些有机质分解掉，让它的需氧量来到一定的程度以下，才能排到水里面去。听好不？啊，今天的检验人员就直接到你的水那边的出水口那个地方，可以哈、哦？你正规的出水口那边去给你接你那边满出去的水，然后回去验。假设不合格，一次就罚3万。听好不？罚3万还罚6万，我忘了。好。啊，今天就是要曝气，曝气是24个小时都在曝气，那一台鼓风机的功率又不小，啊，曝气到最后就是要耗电，哪来的电？没有，啊，然后就，不是哪来的电，哪来那么多钱？爱听有无？嗯，好，啊，我曾经养过猪，对不对？我也这样干过，然后那个水质有多大？然后最后很好笑，隔天要来抽水，哎，隔两天要来抽水。结果隔两天要来抽水的时候，我那一天开暗管放出去 ，OK 哈、哦，啊放出去的时候呢，很好笑，忘了关，整个水池的水全部漏光光，好，又补了很多进去，可以哈、哦，又补了很多进去，啊那几天啊，因为怕人家来抽不合格，猪舍就没有洗了，啊猪舍没有洗，那个废水就没有进去，里面都是干净的水，然后那个来抽我的水的那个人抽回去验完以后。他就讲了一句话：“我靠，好干净哦，那个比那个干净的水还要干净。”他就说：“这太夸张了，这个报告我不知道怎么送啦、啊。”还条哈、哦，然后他就说了：“再给你两天，赶快补一些底塞水进去。”啊，那时候我们固定，哦，那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挑明的讲，那时候我们固定就是找几间合作社出租，那一些合作社跟上面都有关系。你听好不？要来验水的时候，他也会跟你讲。爱听好不 ？OK 哈，爱听了哈。OK， 你起牛嘛，做这种不合理的呀、啊，啊，就是跟上面有。爱听哈 ，OK， 好，懂就好，不要讲太多哈。啊，反正我现在没有养了，没差。OK， 啊，你去查我那个单位，回去回溯的时候，那个单位也换人了，没差。OK，OK，、okay, okay, 所以那么啊，不关他们的事情。OK， 所以你底下看一下哈。还是要横向的发展，横向的发展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倒数第？我们讲的第二页倒数第一二三四，嗯 ，OK 哈，透过所谓的新兴的育种技术，可以哈 ，OK， 那么缩短了育种的时间，降低了疾病的发生率。听好一件事情，越杂交是越健康还是越不健康？越健康，杂交有杂交的优势。植物有没有这个特性？有，对。听好不？动物一样有，杂交有杂交它的优势。听好，公赛可以哈、哦。那个即使动物的时候，可以用免疫下去解释。你听好哈、哦。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樱花钩吻龟，那就没什么屁用。可是樱花钩吻龟正常来讲，它的抵抗力应该很弱，对不对？因为这
一两千只樱花共归，回推回去几乎都是 来自于同一个祖宗了。太过于近亲，近亲会衰退，是免疫力会衰退。听好啊，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把樱花共归给顾下来？它是在这个世界的基因库里面的一个基因库，不算，不能说它是指标。听好不？它在这个世界里面基因库里面，它算是有一部分在。我不知道它的基因以后用得着用不着。听我的公赛，第一个是这个问题，第二个，台湾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有本事保护濒临绝种生物。听我的公赛啊，然后那个绝对不是在七家湾溪里面富裕的，因为武林农场七家湾溪对不对？可以哈，它的支流旁边就是那个实验室，那个实验室专门在富裕鱼的，而不是在水里面富裕的，富裕完再拿去放嘛。啊，知道人就说那是在实验室孵育的，不知道人就说那是在水里面孵育的。刚跳完刚才很不幸的那一结果，那个地方我刚好知道在哪里啊，刚好是你们新大老师跟台大老师两组人马，一年跟国科会拿了将近1亿，在孵育樱花公鬼。哎，听好，固定的每年都有这个数字，我真爽。OK 哈、哦，哎，他们的实验室。的那些我们讲的九人做的都特别改过的呢。啊，其实从头到尾有没有必要改？没必要，因为从头到尾都是平地啊，进了武林农场还是平地啊，还条我顶多是有点山路而已啊。欸，他们的照相机挺好，那个镜头很好笑哦，哼，每个都比好的大炮你知道吗？大炮是照天空的，他拿来照樱花公归。你靠呀 ，OK 啊，哎，实验室啊，有钱不知道在哪开，不知道在哪开啊 ，OK 啊，好，阿姨都不知道这个内幕，你知道吗？不知道，我讲啊，这些是哦 ，OK 啊 ，OK 啊，老师书读多了，就是为了跟老师之间互相有交流，才会有这八卦 ，OK， 上课才可以讲哦 ，OK， 对不起，我错了啊，来，所以呢，育种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给缩短。可以哈，然后咧，那个什么东西，那个疾病率会比较低。底下你要提，你可以提，不提也就算了。听好，我讲啥不？可以哈，有没有看到我们讲的菜鸭？可以哈，那以菜鸭来讲的话，是生鸭蛋的，生鸭蛋的那个叫菜鸭。嘿，对，好 ，OK。然后咧，底下有没有看到？峰辉下引红牌土鸡，那个看过去就好。再来就是黑绒乌骨鸡，哎，这个乌骨鸡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它真的连骨头都是黑的，不要怀疑，乌骨鸡是连骨头都是黑的。但是我就跟你讲了，乌骨鸡尽量少吃，病比较多。我等于做一个企业，我过来怕，球虫问题很严重的。球虫是鸡的一个特殊的病，哎，球虫特别严重，在其他的鸡不会有球虫啊。我就跟你讲了，白肉鸡时间短，来不及让它发育发展出球虫。蛋鸡是关在笼子里面，没有再跟大便混在一起，蛋鸡也没有什么球虫的问题。台湾球虫的问题就是平视的养越久，球虫的问题就越严重。爱听有无？可以吼啊！平视养越久，像乌骨拉鸡啦，啊，台湾土鸡啦，小趴啦，那一些都养的比较久。听吼，那个不用记，你高考不用记这个。OK， 呵，来啊！至于它衍生出多少好处，那就不用理它。你要讲的，他讲的大内宣就是有如何有个成果，你就是要写个一两样出来。听我的公赛不背个一两样就好，你没有必要全部都背。来，再来促进第三页那边，来我们讲的促进产业朝智慧科技去发展，可以齁，朝智慧去 发展啊。所以呢，所谓的智慧农业的时候，锁定十大领航产业，十大领航产业，那个是有没有看到？有齁，十大领航产业建构所谓的智慧生产与所谓的数位服务体系，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能量。现在有七个 ，OK 哈，那个七个你要注意一下。好
OK， 阿丽娜真的是不会，其实呢有许多的示范，有没有看到？示范智农联盟，丽娜七个北洋下有许多，挑哈毛豆、稻作、家禽、莴苣。哎，莴苣我们讲的那是大陆妹那一种东西。好啊，美洲生菜跟我们讲的大陆妹两种是不一样的东西。听好不？可以哈。啊，那以大陆妹那一种东西的话，比较不容易有虫，你知道为什么吗？不对，因为它吃起来会不会苦苦的？会，因为有菊糖。OK， 虫不喜欢那个。啊，所以那边喷油啊。听我讲晒，好，好来。那么往下有所谓的生乳，什么是生乳？你知道吗？兰花跟菇类生乳，什么是生乳？哦，还没有加工，那叫生乳。对，挨条哈，来，毛豆跟黄豆有什么差？毛豆跟黄豆有什么差？啊，对啊，问你这个，问你这个原意的。OK， 好，毛豆是给人吃的，黄豆是给畜生吃的。啊，对了，对了，我知道了，对了。黄豆的产品太多了，鸡改跟非鸡改，你会怕吗？理由何在？其实我就跟你讲什么，你的消化道里面，听好了，你的消化道里面有核酸酶跟核苷酸酶。就是分解 DNA 的，分解 RNA 的，听好哈，你不会因为它机改过的DNA 你不会分解，通通一样会被分解。听好，外公仔，现在我们是改，唯一我们会害怕就是，我现在让一颗黄豆的豆原本是 35% 蛋白质，让它变成 40%， 让它的脂肪也变成40%左右，剩下那一些尽量不要让它产生淀粉。调外公司，因为黄豆最主要就是要它的油，要它蛋白、淀粉玉米磷大的代谢。调啊，我基改就是让它的豆蛋白的比例升高。啊，那我问你好了，该有的蛋白比例升高，我没意见。它要是出现不该有的蛋白，那就有问题。调，我不该有的蛋白很有可能会造成过敏，肠胃道那过敏的血尿塞啊。爱听好不好？可以吼，啊有严重过敏会死人的，你知道哈？啊对啊，啊你要是被毒蛇咬到死掉了，那一种也是严重过敏死掉的。为什么？你的免疫系统群体去攻击它，然后那是一种严重的过敏。台湾有健保还好 ，OK， 台湾有健保还好。啊你好像美国没有健保，被曼巴蛇咬到，我靠！然后一个小孩子，女生哦，在晚上睡觉前，在他家、哦、被曼巴蛇咬到脸了。住农庄嘛，不好找，给我曼巴蛇咬到脸，结果打曼巴蛇的血清打了十几瓶，才把命救下来，总共花了两三百万。在台湾是没这回事的，我靠，全民健保一直开下去。好，这七个你要知道。好 ，OK。那么我们的毛豆现在以销哪里为主？啊？日本，日本，上次有被退回来，有被警告过，里面农药超标。啊，本来就是互惠嘛，这种东西他就把报告给你看嘛，哎，超标嘛，啊，你似乎是他，你今天过去的东西，他要验农药的时候，照我们的规矩，一定那个 sample 一定会有储存的嘛。那你不信，我就把你原来的 sample， 你听好不？啊，你台湾要进过去，台湾该批的 sample 应该也要有嘛。直到说你这一批食物在那边被完全吃完。好，甚至于就是过了它的有效期，怎么样？你这个 sample 才可以移除掉嘛？你可以拿你台湾的 sample 去验嘛 ？OK， 假设两个要是有出入，我们就找第三单位来帮我们验嘛。你们的很多的农药都是这样处理的啊 ？OK， 好，我买方我验出问题了，我跟你卖方讲，你赶快先验，听好不？啊，我这一批货我就是冻在这边，准备要退了。那验出来来退啊，然后谈赔偿的问题啊。万一验出来的时候，你的跟我的差太多，听好不？通常卖方验出来是没事啊，买方验出来是有事嘛，可以哈。那就把你留的 sample 跟我留的 sample 两个都一起送。OK， 啊再去验嘛。好，来，
智慧型的农业，我们再把它强调一下第三页。OK 哈，促进产业朝向所谓的智慧科技的农业去发展。记得一件事情，十大领航的区域哈 ，OK， 领航推动的。那么以农业来讲的话，毛豆 ，OK 哈，稻作、家禽、莴苣、生乳、兰花、菇类 ，OK 哈。那么至于有多少钱、多少厂，你就不用去理它。你就说了，针对这几个示范联盟，有所谓的产业积极的投入，阿内甘 OK， 可以哈，阿内德赫啊，再来往下有没有看到第五大点？农业发展农业科技园区，可以哈，阿哪以发展农业科技园区的时阵呢？那么农业生物科技园区引进农业人才及科技农业企业，然后引领产业转型突破与接轨国际，整合有关的所谓的财政部的农委会的家畜实验所、卫生所的，可以哈，共同去研发底下有没有到养殖或包装检疫通关等等等，啊呢 OK 哈，所以往下。科技园区就是我今天要是要引进的时候，关务的那一边一定比较麻烦。你听好不？第一个是通关的问题，第二个是检疫的问题。动物、植物要不要检疫？要。我问你，你植物的种子可不可以随便带进来？不可以，那个要检疫。在南投最好笑，有一个人不知道去哪里，人家拿了那个粉红色的草，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对，粉红色的杂草。OK， 在南投，结果呢，有一群人开始在那边拍照打卡上传，然后呢，南投的县政府就叫他把他移除，结果那一个人竟然回了一句话：“我都还没开始赚钱，你凭什么？”好，那我们就来算算你前面这些种子怎么进来的吧。这一条我们先来算一下好不好？白目，你知道吗？你懂我在讲什么吗？那些种子是不应该进来的嘛。再来还有更好笑的例子，大概十几年前吧，澳洲小龙虾，那个也是坐船进来的，没有经过检疫。结果呢，在嘉义、在屏东有人养，但是虾子有一个不好的病，那叫白点病，只会传染虾子而已。白点病，结果呢？白点病一拉上来以后，我不得了，虾子死光光。然后呢，他们要求政府补偿赔偿，政府就说了：“好啊，要赔之前，我们先来算算看这些虾子从哪里进来的嘛，先交代清楚嘛，好不好 ？”OK 哦，没有经过检疫就给我拿进来，阿弟淘气就算了。OK 啊，然后还要检讨这个事情。我有吃过一批呀、啊，啊那个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壳的比例太重，跟我们美国鳌虾一样的。啊，美国鳌虾现在不是很多吗？啊，美国鳌虾那一种，它的呼吸体系、呼吸系统跟我们讲的泰国虾不一样。泰国虾离水超过五分钟会死，美国鳌虾会不会死？不会。听好，斑节虾会不会？不会。龙虾会不会？不会。龙虾的时候，从澳洲运来台湾的时候怎么处理的？啊，这个一定都有送检疫的，你听好不？可以哈。正常来讲，我们先在这个水族缸里面把龙虾给降温，降温它的代谢速率就会变慢，听好哈。然后准备很多的保利龙，里面放冰的木屑，龙虾冰到不太会动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它类似所谓的代谢会比较趋近于零，然后就把它放到那个保利龙木屑。OK， 冰木屑，然后盖起来，空运台湾，澳洲就这样干，我们的斑节虾送日本也这样干，来讲我泰国虾就是不行的，听得懂我在讲什么？OK 哈 ，OK 好，你那扣掉剩扣掉哈 ，OK 扣掉剩扣掉，好来，阿那是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讲的发展农业科技园区。可以哈，按照那个科技园区要进来的东西，记得一定海关要配合，防检局也要配合，对不对？防检局知道了哈，对对对对，防检局，然后呢家畜卫生试验所也要配合，
所以海关、房检局、农委会交家畜试验的啊，然后就把它的这一些它的功能全部写上去嘛，检疫的啦、蓄养的啦，然后通关的啦，可以哈 ，OK。然后有没有看到打造第一点，打造科技产业聚落？再来第二点，跨国性的科技合作。那也意思就是说，当他现在这个东西进来到台湾的时候，在那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示范基地在那边，你听好不？啊，有一些所谓的水联式的机场，一定也是在这个地方。您外国我们引进来了嘛，对不对？啊，你要卖您外国的东西嘛，啊，要卖您外国的东西，卖你外国的东西，卖你外国的那个水联的设备，然后要参观就去那边参观，你听好不？啊，那边有示范的养殖，他也示范给你看。但是我就跟你讲了，要是我是养殖场，我是不给人家参观的。很抱歉，他是示范养殖场，他要让人家参观，不然我怎么买你的东西？爱听有无？啊，我问你得啊，你身体会不会带有一些病菌？会。啊，我这鸡舍养了40000只蛋鸡，啊，你哪万一来给我看一下，我靠，我禽流感谁要负责？你懂吗？啊，那以现在进去的时候呢，不要死鸡好了，让他你把人家那个禽流感病带进去了，然后呢，短时间3个礼拜都在生病，产量不到30%，那会多惨，那个钱你赔不起啊！不要去参观人家的畜舍，爱条我 ，OK 哈。以前台湾并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猪舍我们也常去，现在哦，连我同学自己的鸡舍要我去，我都说不要。来听好不？他鸡舍旁边是他家，要我去他家吃饭，我说不要。他说去外面吃好不好？我也说不要。我讲的满不离，你也给掉那丢呗，我负担不起啦。听我讲啥不？啊，是不是我带去了？我不知道嘛。懂我在讲什么吗？人家外国要进畜舍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处理的吗？防护衣，要先洗澡，穿防护衣。听好不？台湾有没有做到这个水准？没有，差太多啊！听我讲啥？人家拿的科技产业，我捌看过，嘿，台湾养牛养50000只，全部哦，乳牛。我看过人家那个美国那个乳牛场，一个乳牛场20000只，好，按牛比较没有病。我们那天去参观的时候，一样要穿防护衣，20000多只。从头一天到晚都在那边炸乳，而且炸乳的机器分成好几个区域，因为它就是一个大的单位20000多只，里面这个单位几千只，这个单位几千只，那个机器从头到尾一天牛要炸2次乳，就从早上3-4点这样子一直炸炸炸炸炸，炸到晚上7-8点，把2次全部炸完，啊排队，你想象不出来人家大可以大到这么离谱啦哈，对啊，20000多，那台湾啊呢？合起来乳牛才50000而已。